什么烂主意，引来满屋子都是猴子。我再差一点就抓到主谋了，再多给我次机会吧。看来你的脑子也不怎么厉害，今天引来是猴，明天引来是狼，到时候怎么收场？现在除了我，你还能找到第二个这么忠心耿耿帮你的人吗？你不是孤军奋战，这次我们人狗合一，干一番大事。为了提高安全等级，我决定对娱乐场全部筹码进行防伪升级工程。今天晚上我们把所有的筹码都做上记号，通常三天之内就会流转回娱乐场。有记号的就是真的，没有记号的筹码就是假的。发现了马上通知我。好主意，我马上安排人去做。不用了，我一个人就行。谁也不知道我们的人里到底有没有内鬼。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那你也有内鬼的嫌疑啊。嗯，是啊，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不会离开娱乐场一步。你可以派个守卫跟着我，我的一举一动跟谁接触过都可以向你报告。经理，这就是吴用找人去买的化工原料，共约26块。好，等我拿钱给你，找人去帮他买，你先出去吧。好。郑哥，单子上的材料都放进去了吗？放了。仔细一点啊。是。拜拜。啊，看到没？这个方法还挺管用啊。那咱就等着发财吧。这位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方便看一下您的筹码吗？怎么，蒙特卡罗娱乐场什么时候规定可以随便检查客人的筹码？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最近娱乐场里啊有假筹码出现，为了保护客人的利益，我们就加强了检查。就是简单看一下，马上奉还。果然是真的，是假的。哼，明明有记号，不是真的吗？这个是假的。昨天晚上我只来得及配照药水，还没来及在筹码上加记号。你再看这个，这个是哪儿来的？什么？不可能！不信呢？拿个真的筹码来。筹码防伪这么大的事，你为什么没做？我不是没做，是还没来得及做。那就奇怪了，昨晚我们内部会议上才提到的防伪系统，今天怎么就做出来了呢？我就说吧，咱们有内鬼，是不是丁经理？站住！放开！站住！站住！
所。放心，我答应过要帮你的，可不是在和你调情哦。要不是追捕猎物，你早就变成死人了。总是把死字挂在嘴边，跟你的美真的很不配啊。有时候给男人奖励比威胁还管用呢。走吧。什么情况？车停在这儿，人在那边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老板在哪？说，幕后人是谁？幕后人是……工厂那边都处理好了。好啊，这样就没有实际的证据能够牵连到我们的头上。居酒屋里只能有一个中国人存在，目前为止应该不会有人撼动你的位置。是。对了，对那个吴用你要多留些心，因为这一次立功的是吴用，而你丁经理是失职。同胞们，团结起来，打倒军国主义！同胞们，振兴中华，团结起来，打倒军国主义！团结起来，打倒军国主义！同胞们，同胞们，混蛋，都死了你！来啊！来啊！来啊！班长，这里是中国人的地方，你们凭什么在这撒野？忙着，小心！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，你们凭什么打人？你们凭什么撒野？快回去！太过分了！苏老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萌萌，我们回去吧。好，你慢点儿。老师，你别整天到处奔波，工作的事情可以交给同学们去做吗？革命免不了流血，倒是你刚才太危险了。没事儿，我整天都跟日本人打交道，应付那两个小日本还绰绰有余呢。你还在日本人的娱乐场打工？别告诉别人我是间谍啊。我开玩笑的，老师。你呀，吓我一跳。喂，好，我马上到，谢谢。我要去跟校长谈点事情。哦，那我在这儿等老师吧。好，你坐着等我啊。嗯。
萌萌，你在干嘛？老师，这是什么呀？是毒品吗？云土，怎么会有这些东西？是谁放在这儿的呀？除了我，还有五个同学有这里的钥匙。不会的，不会是他们。怎么会是他们呢？通知巡捕。不要，我要先把这个人逮住，问个明白。要是给巡捕抓了，他们这一生就完了。老师，这事只有我们知道，无论如何别相信任何人。嗯。志良，老师好。哎，萌萌你也在啊？是啊。今天休假你为什么回来？我弟弟妹妹吵死了，我特意回来温习功课，打算待到晚上。是吗？老师，这里有我，没什么事您可以先走了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老板想请你喝杯咖啡。我不渴，渴没事，待会儿你就渴了。各位发财啊，慢慢玩。老板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以后不会再来，我以后不会再来了。你那么喜欢赌，那就赌赌自己的命吧。二选一，左边那个。我是说你左边。哼，果然是老千，你真狡猾。你确定是这边吗？是。把他拉过来。不要啊，不要啊，救命啊。约翰，你的身份还安全吗？经过了假筹码事件，现在我已经得到了武藤信子的信任。你不要低估了这个女人，小心有一天死在他枪下。比起杏子的毒手啊，你的毒蛇也真够毒的。什么毒手？武藤杏子他有什么新计划？还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日本人玩起毒品了。据巡捕房线报，上星期的确有大批云土途经海路来到上海。云土加海洛因，烈性毒品混在一起，药效更大。看来日本人是想发大财。不，日本人不是在制造毒品，他们是在制造长期的侵略武器。嗯，约翰说的对，他们是用毒品侵蚀国人的意志，操控我们的灵魂，这个比手枪更可怕。不行，我们一定要阻止他们。你不要节外生枝，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偷取密码本，